重庆火锅名满天下，很多美食爱好者都被它吸引过去，但在本地吃火锅太过麻辣，在外地吃又太过清淡，这让美食爱好者无可奈何。那么为什么不试试自己制作呢？就一般来说，重庆火锅无非三样：底料、菜品、蘸料。而火锅底料决定了这道美食的口感，所以在这里底料显现的特别重要。下面就有小编来与大家分享下自己喜爱的做法，希望能得大家喜欢。一、材料：重庆火锅底料25克，老汤500克，米酒20克，白糖25克，味精5克，生抽100克，花椒25克，干辣椒50克，麻油少许，陈皮、八角、桂皮、草果、丁香等各少许，姜5片，蒜6瓣，牛油250克。二、制作过程：一、将牛油放入锅中烧热，投入花椒15克、干辣椒25克、姜、蒜爆香，然后放入四川麻辣火锅底料炒香，倒入米酒略炒。二、将其余材料同老汤放入锅中包滚，再煮上自己喜欢的食物，用火锅味碟佐食。其实重庆火锅底料的做法还有很多种，只是锅底不同。示范举例自己调味的麻辣红汤锅的做法。一、按5公斤骨头汤的比例，一、皮、馅、豆瓣300克，这是最主要的原料，牛油200克，菜籽油100克，二、干红辣椒150克，煎成约2公分的小段，花椒50克，三、白糖3大勺，干姜切片和半蒜各150克，葱2寸半长的节250克，香料一袋，茴香、八角、山奈等150克，盐适量是你购买的豆瓣咸度定，因有些厂家生产的豆瓣过咸，鸡精1大勺。二、炒料火候很关键。一、热锅下菜油，待菜油烧熟后再下牛油，牛油融化后关火，将干辣椒和花椒略过油捞起待用。二、油锅内下白糖，开小火慢炒，待白糖融化起泡时，注意融化了的糖开始浮到油上面来时即可，此时糖泡成金黄色，若转为暗红色或黑色就炒糊了，立即下姜、葱、蒜及大料煸炒，再下郫县豆瓣暖出香味。三、开大火将骨头汤倒入，加盐以汤料的咸度投放，略比平常的烧菜味重点即可，和鸡精。汤开后投入过油的干辣椒和花椒，转小火慢熬10分钟后，便可按自己的喜好烫食菜品了。按此比例可多炒些底料，每次味道不足时往汤内加料即可。喜麻辣者还可在烫料中直接投入些未过油的干辣椒段和新花椒粒。友情小提示：一、炒糖时只能用小火，糖需炒至融化并向油面上泛泡才行，泡为金黄色，若炒糊了就不能再用了，那样汤料是苦的，这样的汤色才会红亮，而汤内并无甜味。二、豆瓣最好用捐成台郫县豆瓣才是正宗的，别的有很多产品不合格或味道不正。三、最好使用菜籽油及非精炼油如色拉油，做出来的底料色香味均比精炼油效果好。火锅底料制作好了，就是所有菜品端上来的时候了，最后再配置好自己喜爱的蘸料就可以。